你爬起来跟我玩啊！你唔通掠算讲你安尼急点点啊！我都唔知影，你偷偷咧算计我呢？你这个命带真久嘞，佫真够啊！你话都我安尼一世人啊，坎坎坷坷，受尽各种的折磨啊！我唔拿一边纠缠你，我唔拿一边咒诅，我一定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结果你即马呐？你敢不低头？你到底在家？当做啥？难受我，我哪里帮我弄啊？无可能啦！我无可能这简单的放你说，我无可能这简单，让你这尔好食困。我爱你用你剩落来人生来弥补我。我未决定要跟你这个衰人找你，因为你让我忍得了也无够，你真正报应还未来。你也袂爽，你即马坐起来，有听到无？坐起来！起来！爸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你为着我走中，才会发生意外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就办不完，是安怎？不管安怎，跟你妈拢袂惊。安尼，我好好跟你讲个咩啊？来咩啊？听清楚。这是我单独写一世人唯一对你的请求，不管安怎，一定要赶紧精神过来，因为这是你欠我。你若无想要欠我到后世人继续跟我哥哥的，你就赶紧精神，赶紧起来，因为我等下跟你算账下。朱丽萍的家属，是，这是苏玲的物件，请你收起来。多谢。哪会有溜啊？这个不是之前杀的溜啊，那是你的马甲。白人送来便宜的时阵，伊的手提的这粒溜啊提甲足硬的，我嘛是费了一点仔功夫才甲找到的。多谢你。卡叔讲，阿妈是无细里位楼梯跌落去的，照理来讲是。掠边仔的树啊，还是草啊，啥物的，伊手哪会掠这个溜啊？那就代表伊跌落去的时阵边仔有人，而且就是这溜啊的主人。
敢讲阿妈跋落去，不是意外，是有人造成的。青青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阿妈是去用摔落去的？即卖无任何证据，我嘛袂当确定。这只是我的合理的怀疑。同学，你看咧，妈最近是不是有跟人冤家，或者是计冤仇？你敢真是认为有人要害伊？我。阿哥现在状况安怎？有要紧无？我真正足烦恼的，你紧回我好不好？办公室传简讯跟我讲，有着急的代志要处理，妈就是麻烦你照顾。我代志若处理煞，马上挂断来吼。上好你是真正去处理工作，唔通伫个别个所在我拄着。当初要派人阿东去对调，你调查林子宪人伫倒位，我要找伊，甲代志摸清楚。是。即摆干呐希望恁阿妈会当赶紧清醒。假使讲伊若真正是去用陷害的，一定要找出凶手。乡长。今天你把东西拿去病房，我去洗手间一下。这款无爽快的感觉，哪这么沮丧？我这个月身体起不来，刚刚我有心啊，这个有可能。你来啊！阿哥，即摆状况安怎？你拢无回复我，真正足烦恼的。白人送来病院的时阵，伊的手地下，即粒你我地下足暗的，我嘛是费了一点仔功夫才甲找到的。妈地底手内底迄粒瘤啊，真正是值钱的。敢真正是子谦甲妈杀的？东俊，你是在创啥？我就要问你，是安怎你听到阮妈昏迷不醒的时阵，难道是这种双翅口开的反应？你不唔对啊！我现在关心妈哥，我哪有可能动作无要无紧？你会替伊烦恼，我当然也会烦恼。你想怎么肯放手？我问你，我妈会跋落楼梯，是毋是你挑工甲杀落？是毋是你讲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！你哪有这种恐怖的想法？你妈妈嘛是我的阿哥，我哪有可能做出这样可恶的代志？你确定你无告白餐？那安尼我问你，是安怎你这屎你也无去，你家己拢知？我真正唔知影这你我什么时阵无去的。第一公文的时阵，我为着要阻止你妈去报警，我确实是有介悠悠啦啦。无得卡就是迄时阵，你妈把迄个你我悠伫个手头，你看。我才有受伤，那也是你妈妈那时候没设你去回到的。
你别讲硬拗啊，就是你挑工把我抹煞落楼梯的，因为你知影，伊无可能接受你跟我做伙，所以你就规气心肝凉瘫痪，该煞落楼梯，是不是安尼？我，东君，你好好想看麦。我是安怎会做这种你绝对无法度原谅，而且对我家己一点仔好处拢无的代志？你想要做甲我想到遐尼啊歹？你想要做就别认为讲遐个我是我想要甲你妈妈打三工，甲伊幼条时阵落去的。子倩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是安尼要来想你家己啦？敢讲较侪迄旧作，若拄家己一刀来表达我的心，我用我家己的性命，还阿哥一命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今麦跟我一相信啊？好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就是了嘛，你到时候做到这款程度啦，你干脆在老伙仔，来，先坐落来。好佳哉，我用苦力计，先度过一关。开始，你约亚杰去已经什么地方买买冠军的，这就是一个局。朱丽萍啊，伊罢免时发现啊，有什么所在唔对，所以袂放心，对着亚杰后壁要去保护伊。结果真正会抓到你的枕头，你这个歹心毒性的查某，你一不择理不休，你直接对下毒手对吗？朱丽萍啊，手里有一个女娃甜条条，伊只女娃一看就是查某衫顶款那样的。即摆我想要看卖，伊身躯顶这件衫，女娃敢有夹？安尼我才会当知影我是毋是会当相信你。你给我站起来！我今日穿外套就伫咧遮。我拄只临隔壁的时阵，无说你去甲伊用垃圾去，才摕落来要去送洗。你会当检查看麦，甲你讲的你我是毋是有共款？等下，这条外套你我无检，而且甲内面只手套伊都无共款。安怎？检查好啊？会当证明我的身份？唔通掠准？安尼我就会相信。听清楚，若是我抓到你的枕头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要查你怎么去查？我心内无啥物惊鬼，阿哥伊我跟我无关系。你的脚水看起来真正足深的呢，啊，不过可能。而且你小心一下啦！啊，万一阮爸因还袂真正离开，还搁伫外口等你抓我呢？你是讲啥？刚刚你将我毁，我毁容老红蛋，你才敢玩？而且我安尼做嘛是为着要证明给你看，我要证明我家己清白。我知啦，来，你先坐。哎呦！